专台湾有牙体技术科的学校无多，为第六年的免费移转就是其中之一。民国96年以来，免费持续打造数位化的学习的环境，借由设备、软体，还有业师的引进，和学生实际甲业界来交流，多年来培养一个优秀的人才。目前引进的设备有设计、扫描、加工机跟列印机。那主轴以让学生完成假验肤制作的流程，像单罐、框 and bridge、RPT 牙架设计、全口活动假设计以及客制化abutment的部分。那完成了这些之外啊，我们还有借由取出口腔扫描档的部分，让跟外部的牙体技术所进行连结，取出档案进行设计，进行一连串同步的设计化的发展。今后，我免费牙技科毕业的校友王艺婷和王艺如两姊妹啊，回想过去求学的时期，对着学校真有满满的感谢。王艺婷为台北医学大学硕士毕业了后，目前倒来学校来教书。去年才毕业的王艺如，只是伫老师的协助之下，考到成功大学，准备读硕士。有些学校的学生进去，职场上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学校教的东西跟我们职场教的东西是落差非常大。那敏慧部分，他就是有教我们的数位课程。那关于我们 EsoCAD 跟 3Shape 是主要牙技的大软体。那会变成说，我们在学生进入职场以及实习的时候，它是对于牙技所会有非常大帮助。我觉得学校这样子的栽培跟其他一般人出来啊，或是当学徒的人有不同的地方是，因为学校已经教我们这些软体的基本功能，然后怎么去使用里面的一些快捷键，然后怎么去看，因为我们要从 3D 模型转换成一个 2D 平面的东西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去适应，然后怎么去旋转图片，从哪个角度去看，在这方面其实学校已经在基本功上面已经帮我们打得非常扎实了。并会移转支持这款的教学模式，让牙技科的学生受到业界的肯定。当年一到毕业季，厂商就相继来抢人才。而目前牙技科的讲师有不少是毕业的校友，希望透过因的经验和技术，和后辈减轻一挂冤枉路。南天新闻王立第六名采访报道。